是醒过来了。话说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弟弟，可真是个奇怪的名字。比起这个，为什么本小姐的手会被绑着？难道说是你？确实，我也没见过哪个绑匪在人质面前呼呼大睡的，暂且相信你吧。那就别愣着了，快点过来，把绳解开。